哎呦，你干啥嘞？哎呦，你干啥嘞？经查，贵人分局是在112年的12月17日晚上10点24分获报，在贵人区的武当路及战区北路口有纠纷。初步了解，是林姓路人行经人行道时，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疑似未礼让林姓路人，导致路人愤而踹车，车上的乘客下车找路人理论，双方都暂不提告诉。本分局目前针对影片中汽车未礼让行人以及非预突发状况在车道中暂停危险驾车的部分，依规定致单举发。另外，本案是否涉及毁损、强制以及聚众施强暴胁迫等相关罪责部分，我们已致发通知书通知相关人到案说明。贵人分局呼吁，行车如果发生纠纷，应该采取理性、和平、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且拨打110报案，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车辆的安全，切勿因一时的情绪意气用事而衍生肢体冲突，误触法网。